牛年最后一天，搭乘高铁返乡的民众一踏进家乡土地，迎接他们的不是别人，这是嘉义县的大家长。在县长张花冠和即将转战立委的前任县长陈明文，都准备了20000个平安红包，欢迎返乡团圆的嘉义子弟。新年快乐！你住哪里？恭喜恭喜！新年快乐！我们在这边送我们今年哈最夯的哈爱老虎油 I love you 哈 in 嘉义哈我爱嘉义的一个红包哈，非常抢手。相较张花冠应景的爱老虎油创意红包，陈明文的平安台湾走的是传统路线，一样心意满分。这个红包哈，是由我们民进党哈蔡主席还有我个人哈指名的哈，主要是一言复始哈平安台湾，我想来祝福我们所有的我们嘉义的乡亲哈。红包金额当然不是重点，一回到故乡就收到来自前后任地方首长的祝福，好彩头让民众个个眉开眼笑。